这碗一定是我的，吃饭。恋爱规律之一，志同道合，瞬间心动。 恭喜红娘赢不语，升至第一，成为荣誉红娘。我就说恋爱难不倒我了吧？虽然我没谈过恋爱，可是我阅书无数，什么虐恋、甜宠、穿越、重生，就没有我没看过。这奖金我拿定了。恭喜袖手旁观完成任务，获得400积分。又是他，言不语。 这人这么厉害，哪哪都是你啊！你还有完没完了？没办法，游戏就这么几个。那么多游戏公司，那么多游戏，还不够你玩的？ 我看你就是故意针对我吧？谁针对你了？哎，就不能是我们两个有缘吗？和你有缘，算了吧。我看你就是故意来膈应我的。之前那些也就算了，现在连个红娘游戏你都不放过。啊，我说你一个大刻板，男的怎么了？男的不懂感情啊？哎，这游戏月度首奖5万，看了不来就是游戏败类。我看你这么气急败坏的，该不会是怕输吧？ 怕输，我现在可是荣誉，你还是知名，我们之间可差了3000分啊！那你吵什么？你干嘛去？做任务啊，当然是，你自己都说了，我们差了3000呢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超过我。